被天神惩罚啊，那一辈子呢都得要把一块很大的石头啊，一路都要这个刚到啊山顶啊，到了山顶之后，这个石头呢由自己又滑下来，然后他又得下山，再从头呢再把这块石头呢啊再背到山上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周而复始的不断的这个劳动。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解释啊，这个人生的这个解脱不了的苦难。是人的意志力终究战胜了巨石，还是巨石的力量终究把住你？王文兴1939年生于福州，1946年举家迁来台湾，是台湾战后第二代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家，创作以小说为主。小说对我最理想的一点就是可以反映人生，而且是反映人生的重要的部分。我觉得王文兴他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创意的完美主义者。这个王文兴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文体家，他复活了我们的语言。1942年，王文兴3岁，前往厦门，当时正值抗日，厦门沦陷，小学一夜炸为平地。虽患小学，又因空袭辍学，所以没有上过几日学校，每天都在空袭扫射、炸弹投掷的威胁下度日。1946年，王文兴举家迁来台湾，住东港。王文兴进入东港国民小学就读。父亲的这一代呢，就因为连年战乱的关系啊，所以他们确实过的是品质很差的生活。在他们教养我的过程里头呢，他们不会限制我兴趣的发展。他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说你将来要多赚钱，说是钱很重要，没有提过一个字。所以这就使我从小到大恐怕都把钱看得很淡薄啊。1948年，王文兴迁往台北，入国语实小，就读3年级。当时他们的家里是住在厦门街，靠近这个新店溪这个河堤旁边。那么因为他为了替家里省一点这个金钱上的开支嘛，那么常常呢，就从家里走路走到学校来上课，包括走到南海路的这个国语实小，甚至于到后来读初中、读高中到师大附中信义路，他也是从厦门街走过去，那么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高晓明坐在安静的课室里，心中布满了灰尘。课室外边的小花圃中，玫瑰正将落瓣交付于狂风。终于，他晓得他的寿命了，他只有17年可活，他怎样能够在这短暂的期限里完成他的愿望呢？他曾计划过要写30本书，包括诗、小说、戏剧、自传。他都已经知道他要写什么，一本写他的母亲，
一本写他自己，一本写生病，一本写一个英雄，从他的出生到死亡，这孩子的胸中涌起了一波反抗的，却又注定失败的愤怒。在愤怒与得知死日的悲哀里，这孩子安静地坐在寂寂听讲的教室内。1951年，王文兴自国语实小毕业，并考入师大附中。3年后，因成绩优异，直升高中部。在这短短的6年中，他好学苦读，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小时候，他是属于那种，整天想自己事情的，有点不苟言笑。说他应该算是蛮早熟的人，应该这么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一直人看就很年轻，但是那个非常老成持重的，你知道吧？在班上啊，很少说话，很有个性，啊，好像这个沉默寡言又自由主张的一个学生。但他一旦说话的时候啊，提问题的时候就相当的深刻。他长得瘦瘦的，小小子。啊，好像与其他人不太爱谈话，哎，独来独往，整天有时候低落头啊，走路也不再想什么东西。有一天，我发现我爱上这一个妇人了。发现的时节是在春假里，绵延不息的春雨过后，百花竞开的四月。我是一个敏感而又内向的孩子，对于野艳妖娆的女人心中存着惧怕的心念，只喜欢那容貌善良的女人。唉，到今天还是这样。裁缝店的这位女主人便是我最易倾心的那类。老师刚刚说他那个什么什么都先想好了，是这个深思熟虑才讲出来。我们他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跟他斗嘴吵架，我就是一辩不过他。我是不讲话啊。啊，因为他什么都有准备，他都有一个。他很有系统啊，很有系统。然后你真的是，我每次要把他变倒，把他跟吵架的时候斗嘴的时候，就是斗不过他。假如你说我有系统，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完全没有系统，乱一套，所以才去整理，这是事实。爱，在一个早熟的孩子身上，仿佛一朵过重的花，开在一只太纤细的梗茎下。不胜其负荷，我才体味到爱原来是一种燃烧光亮的火光。如果是爱的快乐造成这火光的，却是燃料它自己的烧灼。我实在不能相信这种用烧灼自己来换取快乐的自虐状的倒错是种快乐。我虽则那时的人生体验还不足短短的11年，但我已经从若许过往的微细痛苦里得出一条躲避苦痛的方法，便是你若欢喜上某件东西或某个人，你即刻寻出他的缺点来，这样你便能不再爱他，减却你的负重。1955年高中时，王文兴因执意写作，埋首英文及翻译小说中，受老师及同学影响，开始读英文小说。
他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大家还看书啊，或者是说读英文，我们还拼命翻字典。可是王文兴在当时他已经能够就是说很顺利的能够读这个《飘》这本书啊，《飘》这本书不需要翻很多的字典啊。我就告诉他，你搞文学啊，我看你这个样，整天低着头在思想什么东西呢？你应该哈哈大笑嘛，跟同学们聊聊天嘛，天南地北的胡扯一套嘛，这是感情充沛嘛，不要讲是非嘛。你整天低着头就想是非的事情，像这个功名利禄的事情。哎，如果你要这样的整天低着头啊，你就不能不配搭走文学这条路。哎，他说老师不是了，我就想啊，我要当一个文学家，我要当一个震撼性的文学家。1958年，王文兴考进台大外文系，因找不到一门文学课程，遂一头栽进图书馆，整日埋首阅读，沉浸在现代文学的钻研中。在大一的时候，我是一个表现很差的学生，我差不多没上过什么课，我所有的时间都在读杜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大概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读这个英文本的《罪与罚》，我做了很详细的笔记。我佩服得不得了，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王文兴在大学四年期间受教于黎烈文教授、夏基安教授及一位客座一年的美国教授 Jacob Korg。 Korg 是当代著名批评家，英诗和卡夫劳伦斯的阅读曾受Korg 教授指导指挥。王文兴在早期啊，他这个在发展他文体的时候，主要是模仿一些外国作家啊。在大学时代呢，他模仿这个像海明威的那种简练的文笔啊，最具代表性就是像他15篇小说里面啊，有一篇是叫做《最快乐的事》啊。寒冷的上午，爬进楼下的街，已经好几句钟。这个年轻人睁开眼，仰对天花板呆视良久。他套上毛衣，离开床上的女子，向一扇烟蔽的窗户走过去。他垂视楼下的街，高高的前额抵住冷玻璃，冰冷空洞的柏油马路面宛如贫血女人的脸。天空灰蒙，分不出远近的距离，水泥建筑皆停留在麻痹的状态。同样的街、天空、建筑已经看了2个多月，至今气候仍没有转变的征象。他们都说这是最快乐的事， But how loathsome and ugly it was， 他对自己说。几分钟后，他问自己，假如确实如他们所说，这已经是最快乐的事，再没有其他快乐的事吗？这年轻人在是日下午自杀。说这个小说啊，我们可以讲，在我们当年读过这种浪漫主义的作品，读过通俗小说的对男女的描写，读过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
对爱情的描写，大概年轻都会有这种幻想，把性把爱情想得很美，实际一接触啊，真个破碎，真个失望。我想这个在那个时候是有点代表性。1960年，王文兴与友人创组现代文学杂志，积极推荐西洋文学与从事小说创作。我觉得王文兴他的写作真是非常的认真啊，在我们现代文学的这个同人里头呢，他跟白先勇从来就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生来就是要当作家的啊，就是写作是他们的生命啊。那王文兴本人呢，对写作就是非常的认真，特别他的特色，我觉得他用词遣句，就他对这个文字啊，他有特别的造诣啊。他是说他一天不超过300字啊，那所以你想一天我们有时候写的顺手一两千字都不在话下，如果一天300字，那是每个字都是去推敲的啊。所以他用字遣词呢，他常常就是一定要富有创意啊，好像没有创意死不休那个样子。据这个白先勇他们说，他们在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当然这每一期要介绍一位现代主义的大师。那么这个现代主义的大师要介绍谁？头一期决定是要介绍卡夫卡。那么这个就是王文兴建议的。而真正的有意识的把20世纪初叶到中叶的这些所谓的现代主义的大师有意的介绍进来，而且利用了他们的观点，加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特别是这个唐诗以降的这些这个美学观念糅合出来，创造出一种新的经验。这方面，这个我想，而且最坚持，这个我想，这个可能是这王文兴。我个人的认为的这个小说呢，应该写的像诗一样，我一直觉得。小说只是用故事的方法来写诗，在我早先的短篇小说里，或许是偏向于抒情的诗。那么越往后呢，在家变也还有相当的这个部分的抒情。到北海的人以后呢，我想我的诗是转向于哲学性的诗。有一个青年士兵，阿迪脸，湿漉漉，因为汗出的太多了，颜色苍白的像是调和了凉水的石灰。他的眼眶，因为缺乏充足的睡眠，现成为两只暗黑的洞穴。他的颧骨之下现出两块阴影，像擦抹上去的黑胭脂粉。他仰起了头，观看那片比这一片草原还要广大的青空。除了太阳，他只看见了一朵离开太阳尚有5-6步的小云朵。假如那一小块的云能够遮蔽一下毒热的炎日，即使是仅仅遮过去一小会儿，那短暂的片刻也是他所无限渴望的。那短时间的遮蔽将可像沙漠里的一滴水，在饥渴行旅的唇边轻轻点润一下的曼妙。他在心中默默祈祷着，希望那朵云将驶向灿然发光的太阳。他希望那朵云能像一块母亲的襁褓裹住太阳。云未曾听从他的祈祷，径自从太阳的下方驶了过去，
这个苍白的青年像一只柔软的无力的青草，在立正时弯了下去。1963年，王文兴赴美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创作班就读，后获得艺术硕士学位。我有一个阶段啊，跟他在爱我，那么我们常常有机会听演讲啦、音乐啦啊，来这个人到的学校里的这个表演的音乐，你可以看得出啊，他这个音乐非常好，他也不要说话，眼睛亮的，嘴巴都是笑，他是觉得这个好的音乐，他根本就你就感觉他是完全是沉醉在这个里面。你是干嘛的？他就是这么投入这个艺术的一个人。我跟王文兴相交这么多，因为我后来画画，那么我开过好多次画展，那么我当然很希望他的意见，那么我有时候把他画拿去给他看，那么最有趣的话，我的画都非常的大，那么我在挂画的时候他从来都不看我的画，我觉得奇怪，通常我们挂画的时候都一起看，他不看，等我挂好之后他就往前走好几步猛回头再看我的画，那我想这是他对一个画，对所有东西，他希望能够从第一个印象里头抓住那个画的一个本质，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我这么多朋友从来没有画画看画是像他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啊，让我非常的惊讶。1965年，王文兴回国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教授小说课程。那么他那时候才刚刚毕业不久，所以还非常的年轻，这个雄姿英发，然后非常的具有吸引力，这我想今天这个他还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啊，讲话有一种磁性啊，然后低沉，然后什么，所以我们当时都甚至在课后都努力想要模仿他讲话的样子。上课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啊，每一个同学都是非常紧张的，这个几乎在发抖，那个因为他就说是非常非常仔细的去精读一本小说，整个学期都上只上一本小说，然后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每次上课的时候就可能只上几段，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然后问我们说问题，然后大家都要回答。我们做了各种回答之后，他总是能够再想出另外一种我们没有想到的很敏锐的看法，但是呢他的很敏锐的看法呢又对我们来讲的话觉得有点偏激。第一次受到这样的训练，觉得好像这个眼前突然世界突然亮起来，就是原来做文学作品里头有这么多的空间。我发现蒙老师很喜欢书，那说这种话好像是废话，可是我不是说他喜欢书，只是说书的内容，只是喜欢看书。我慢慢发现他对书这种东西的是一个很敏感的，所以他会谈到在书店他看到某某一种某某的什么书，他会说明那个书的封面是什么颜色，然后那些 photography 的效果等等，特别是那个艺术书啊、策划书等等。然后又是有时候会说，那干脆到书店给你看。1966年，王文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家变》。《家变》一书共有157章节，结构复杂，语法特殊。此书于1972年发表时，文坛为之骚动。这个王文兴所以会在6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讨论，一方面是那个作品本身非常有意思，第二个当然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写作的这个方法，以诗意的片段跟一个可以说父亲这个离家出走的这样的一个两代之间渐行渐远一个故事，重点这个不是他写的他们分开了，这个重点是他怎么样子用很细腻的方法把那个主角叫做范晔的他的整个的人格跟美感的成长跟价值的体认以及
我觉得他并不完全既不批判也不赞成，而是相当的冷静客观的。而且我在某种意义上来，我觉得这个范晔其实可以代表我们前这个我们前后那一代的那个人所的青年人所共同经历的。文坛几乎花了近乎整整十年的时间去消化王文兴这个作品里头的这个他的前卫、他的实验，跟他这么高的争议性的这样子一个作品。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蓦然发现他之父亲原来是个个子奇矮的矮个子，并而且他一生以来首一次察觉到他的父他原来是个拐了只脚的残废。他惊讶于他自个儿竟然这么久没曾发现他。中国有一个写作小说的传统，就是我们叫做笔记的传统，笔记小说的传统。笔记小说你并不特别要说一个故事把从头 前后串联在一起，而相反的是他的每一个小故事或者是这个每一个小片段都在不断的重复的是一个作者心灵的相同意识相同想象的更丰富的变奏跟开展。如果以家变这个作品来看的话呢，我感觉到它是说服性很强的，密度很大的，很刻意的经营，几乎是用了157个小的底片把整个人物呢好像是形象的展现给读者来看。很坦白讲，家变早期的确是困惑了很多人，因为他那个语言都很特别，一沙一丝不动的念进去。可是事实上呢，很多批评家现在回过头来看，都肯定他语言的这种创新。那个创新能够帮忙我们能够进入当这个主角里面的比较复杂的心理的状态。那个心理状态就是社会复杂的心理这个情况。你看到爸爸了没有？吴回答。你看到爸爸了吗？片想后他再问。他白棉似的细发下忧伤的眼睛注望过来，他抬起头把书放下。你进来问过三次了，他怎么了？谁看到他没有？我是我，他是他，根本拉不上关系。我饭吃多了，管他他人在哪里。他不在，好，去他的。他的脸清曲俊秀，在鼻梁的左边颊上有一颗醒目的黑点，他的黑发浓重地斜斜遮住他苍白额面的上半，他的目光这时泄露仇恨的光闪。我想基本上这个现代主义在台湾可能就说对就是我们当代的文学创作呢，可能最重要的两点影响哈，就是说一个是道德的相对性，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叙述观点的这个产生高度的自觉，大家对家变的批评呢就是说父亲被这个儿子赶出家门了，那么这个可能是对中国这个孝道啊这个传统的伦理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大逆不道的这种批判啊。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种这么激烈性好表达出来啊。那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家变的结尾呢，或者说整个作品，他没有给你一个很清楚的道德判断。
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批判他的家变，啊，批判得很凶。我当时认为汪文兴是太个人主义了，而且从个人主义的观点呢看文学看这个社会有时候会自私。那么正好他的家变呢写出那个小知识分子父子的矛盾，那时候呢我有一个看法啊，就认为汪文兴啊他是有种很自然主义的写法，其实啊他除了语言的方式不一样以外，但是我觉得他很自然，他反映了个情况。但是我当时呢就认为啊那个里边的那个知识分子就等于汪文兴，于是我就写了篇文章子批评这个小说，同时把那个知识分子当作汪文兴作为一个批判的目标。第二点呢就是对这个啊叙述观点的自觉，作为一个叙述者啊，或者作为一个作家，他同时又是一个角色，但是他不必担心说对他自己来讲他不必担心这三者合而为一。但是因为这种运用呢，当然也还是一种非常对台湾或者是对中国传统下来写作的作家呢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所以我想这也就是王老师的家变最受误解的一个根源啊。那么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混淆啊，觉得说这个主角所表现的一些这个思想或者是做法，那么也许就反映出这个王文兴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作为一个作者的一些道德判断啊。那么这个当然也就是就是现代主义这个文学呢容许这个作家探讨的一个，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作者才能够更加深刻的去探讨那个心理非常深刻的就心理深处的一些东西啊。家变就是要写一种希腊神话的精神啊，是写人和命运的艰苦的奋斗。1970年代，台湾文学界逐渐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主张以描写台湾民众在殖民地统治下的悲惨现实的乡土文学，以及另一个主张艺术是反映普遍人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所谓乡土文学论战如火如荼地展开。其实70年代的时候的乡土文学论战包含两个部分，一个好像是在谈文学的议题，一个其实是对于当时的台湾的文化政治走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们谈的最多的是台湾是个什么经济，拍板定案的他们想要设法让他们说，因为台湾是一个依赖经济，是一个等于是一个人家经济的一个次殖民经济，这个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背后所在争论的问题早就已经超出了文学方面。后来我们在一个场合碰到他，我就跟他讲，我当年批判你啊，我误以为那个假变的知识分子就是你，而且我那样的来批判你，我觉得我当时所站的立场啊，所坚守的批判的原则也太教条化啊。我说我也对我本身呢做一个反省，同时我也表示对你一个歉意。所以就这样我们两个有从前有点立场不对，现在变成好像彼此能够互相了解。对于乡土文学呢，当时我的看法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承认世界上许多的无产阶级文学有价值，但是也有许多的无产阶级文学是宣传文学，是这样看。那么所以两方面就有这些个不同啊。
也许双方面都太偏重于这个不同，而没有看出这个相同来。王文兴写作的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家变》一书耗费了他7年的时间才完成。就是他创作时候的那种很奇特的习惯，他这个习惯就是说什么，他写作的时候他打草稿，他打草稿的时候呢，他不是用文字写在稿纸上，他是用一个铅笔在纸上打线条，根据这个线条再转译过来变成文字。因为我写的时候都来不及写一个完整的字出来啊，在我去寻找这些很多的可能的字的时候，我这些个字呢都是潦草的一个符号啊，这些符号呢我常当然也只有我认识。那么如果这些点的选出来的这些字我满意的话，那我再把这个点翻译成正常的文字。当我每天写很少的字数啊，30个左右上下啊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决定这30个字是可以接受的？那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决定，啊。当我第一个字我可以接受的时候，完了我才想第二个字。每一个字是由另外一个字，生产出来的。啊，字不是排列，是一个字生一个字生下来的。有几次我已经写了一页了，很可惜啊，可能已经写了3个多月了，结果发现有个地方我写错了啊，不是字的选择，而是情节上我有犯了一个错误。那么这种时候，那我这一页就要撕掉重来啊，3个月时间要从头再来起。文风先于金阁，那这边就是朱氏赏云书。1969年，王文兴与广东新会陈竹云女士结婚。陈竹云曾是王文兴的学生，目前任教台大外文系。他因为除了创作之外，他还要这个看书，他看书一天也占掉蛮多的时间。因为你写作呢，刚才我们说是很累人的事情，不可能长时间啊继续。那么为了要调剂，要做点别的事情，应该看书是主要的。那么看书的话呢，他多半是利用晚上安静啊，晚上比较安静的时间看书，所以常常他是到早晨大概4-5点钟才上床睡觉。我母亲是说嘛，认为说早睡早起身体才好啊。她说她这样子搞得这个样子，身体会很糟糕。所以我妈妈就跟她讲说，你要早睡早起啊。那她就说，对呀，我是早睡早起啊，我起来的，我睡得最早啊，我早上四点钟就去睡了，不是最早吗？哦，我是非常的感谢她啊。如果不是因为她啊的帮忙的话啊，我这连续几十年以来的生活一定啊是两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那么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话，我相信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啊。我老实跟你讲，这个舞蹈不管现代舞还是芭蕾舞，我最讨厌男人跳。为什么呢？我看我觉得不好看。你连那个芭蕾舞都？芭蕾舞都不好看，一看男的跳我就不想看，就闭上眼睛。大概是好像是一个夏天吧，天气至少蛮暖和的，幸亏是这样啊。他就拎着垃圾出去，身上也没有带皮包、钱包，什么都没有，钥匙一概没有，连学校研究室的钥匙都没有啊。那不知道怎么搞的呢，出去之后就把门给锁上了，锁上他就去倒垃圾。那么这个来回呢，恐怕需要好几分钟，大概5-6分钟左右啊。那么他出去的时候我已经睡了，那我那个时候啊，以前我是睡得很熟的，怎么样子都叫不醒我，所以他倒完垃圾回来呢，进不了家门，他就按门铃，按得要死要活，我根本没听到。然后呢，他大概还出去打了电话吧，那个时候电话不知道怎么，哦，我们门房啊，门房那里有个电话，电话也叫不醒，在外头又拍又打的，又叫门，我就完全一点声，我一点都没听到。
结果他呢就只好在外头待了整个晚上。那么据他自己事后讲呢，他是这个刚好我们那个门房外头摆了一张蛮旧的一张椅子，很破烂一张椅子，大概是准备扔的，他就把那个椅子搬到我们这个门口，我们那个三楼的门口就坐了，在外头坐了一整个晚上。那这张你就觉得这不好看了，没什么好看的是吧？像这里它是男女合在一起，这个你就觉得不好看，看着不好看，但是人体的舞蹈还是有它的优点，那就是说它是也是一种运动嘛。所以我想他不管做什么他都是这么执着，这么投入，这么专注，因为他性格是如此啊，做什么事情是热忱的不得了啊，非常的专注，这个心无旁贷，这一点的确，那我想这个创作的动力就是来自这里啊。紧接着1973年家电出版后的次一年，王文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被喊的人》。故事是描写一位瞎了一只眼的退伍军人，自述他过去十多天来如何流落至深坑坝这个地方，以及在逃亡的这几天中所做的一些事情。家电和被害的人，所秉持的这个原则呢是一样的啊，被害的人也没有改变啊，也没有改变，说不定啊，被害的人到后来又更自由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勇气也许又更进一步啊，我可能更要为所欲为。爷怎么会到这地方来的？真正他妈个穷途末路了。爷记得只不过十天以前都还老老实实的身居台北的，这片时那台北倒是像是已是1800年前的事，台北似乎也都已经变化成了一桩回忆。他在形音意义上都把中国文字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啊，因此呢读者看起来就很困难。那么另外就是他对于节奏非常重视，在《被害的人》这本小说里面，他这个节奏控制可以说非常精确的，他采用非常多的方法，那么来控制节奏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啊，他用这个像标点符号了啊，引号啦、字旁加线啦、字旁加点啦、逗点啦、分号啦、冒号、顿号、句点、虚点、破折号、惊叹号、问号、夹住号啊，还有黑体字啦、异体字啦、新创字啦、等等这些手法呢，来控制它节奏，同时引起读者注意。那读者一般读这种文章呢，都不会碰到这些困难啊，所以这是读者觉得读他的文章相当辛苦的地方。爷真的个巴不得是能够片时之间立顿的有钱的来的他的个就好，要是能够立刻有钱的来的话，刹那之间也就可以通身心。他奶奶的个现在的这一身上下破烂烂的老傻子个玩意儿，一股脑儿都给他抛扔去九霄营外之外，而又在外的去。这个被害的人呢、读者认为不忍卒读，其实主要的还是我觉得是视觉的这些障碍，那这个是他有意的这样排，有些地方就是要让你这个眼睛要踢到石头，走路踢到石头那种感觉。我们语言久了以后会变得所谓的太熟了，所以在我自己的这个历代文学老师他们教我们都说写文章要切忌平熟，因为什么？平熟大家就没有感觉，所以艺术家不断的要复活语言的话，就是要把它重新陌生化。你知道在他的小说特别在《被害的人》里边，他用那么多他来的这个这样的
我问了几个人，是不是人可以这样说话？你在街上会听人这样说，他们说是。所以在一部分王文兴这些古怪的语言，就是在描写一个人可以说的某一种风格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英文啊，你会把这些他来的这些修辞和重复的词翻译成 you know like I mean you know what I mean is that you know when you know that's yeah, 就这样翻译成英文。那这样你需要很耐心的听这个人重复他那么多的修辞和把他的结构，这个句子的结构弄得很乱才听下去或者看下去才懂他在说什么，无论是英文或者中文是差不多。可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我想王文兴用这样的风格，他想要创造某一种音乐。那么我个人就从他的文字上的结构发现呢，它呈现出来的节奏啊，对整个被害的人的这个故事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比如说啊，第一个事件，因为刚逃到这个深圳号，他心中非常愤懑，于是他就一大串骂人话出来，开始那个节奏很快那么第二段呢，因为他描述他去预言呢、渔民的厄运呢、就是心情很沉痛啊。就节奏就很慢的，叫舒缓。第三的部分呢，因为描写他在进整处一个公家机关里面搭伙，以及那些冗员啊整天胡闹无所事事啊，整天嬉闹的情况啊，那节奏也比较快一点。那第四个时间描写他在新车场合里面急色的样子啊，那节奏就很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四个时间安排刚好符合交响乐的结构啊，就是快慢快急啊，因此他在文字上也控制的是他的节奏啊，能够达到他这种四个事件不同节奏的目的啊，所以就是他在语言控制啊以及篇章结构上非常巧妙的安排。不过我相信，就是现代主义还有一点啊很重要的一个坚持，可能就是说他们总是把说作品中间的一些情节或者是主题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人类共通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架构里来看来解释。那么比方说这个有一只秃鹰，一开始的时候在被害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就是爷在他的房子里头看到有一只秃鹰这样的环旋。那么刚好在这个他被这个杀掉这个之前前几天，这个秃鹰又出现了。那么那时候他也好像还在想说这只秃鹰是不是等着来吃谁的尸体啊。那么当然这个最后一幕呢，当他这个被丢到海里去了以后，这个秃鹰又出现了啊。那么我想这个秃鹰也许有些人会有更好的解释哈，对我来说当然就是王文兴在早期写龙天楼啦，写命运的基线等等的那个命运啊。所以说就是我想他还是把他这个就说这些情节的安排把它投射到一个大的这个人类共同命运的一个架构里来看。嘿嘿，我丹星子漂洋渡海自大陆来到了这一个台湾，从前在华山山巅白云寺追随张天师进行得到全部仙人真传，如今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能到过去未来中外古今，不信的话都来试一试，来来来，都来都来。那么这些不仅非常写实也非常象征，那么在这个被害人也是这样的，
他描写一个大陆来的一个退伍军人，他流落在这个黑道啊，这个然后造成的恩怨啊，那么最后呢，他逃到深坑坳，那么被海一战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也象征我们这个时代，这整个大时代大家所面临的困境呢？并不只是爷这个人的困境而已，而是恐怕是大家的困境。被害的人秦穆帝也是在写他人生的奋斗，跟最后啊证明奋斗的不知意义何在，甚至于被害的人的这个希腊文学的背景恐怕比加冕还要明显。他的小说一般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的写短篇小说，那是他大学时代跟大学毕业以后啊。那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文风比较写实啊，另外呢就是这些小说我认为反映他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他自己的生活来的，反映他自己的经验，他的家庭啊。第二个阶段是他写那个家变。那个我想他是努力要创新，但是即使在创新的时候呢，他还是从传统走过来，就是从传统脱颖而出啊，并没有太背离传统。但是到了被海的人呢，他觉得他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欲念啊，就脱缰了野马，整个就不顾一切往前奔跑了。所以我想大致就分这三个阶段。所以我觉得王文兴在台湾文学中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不管在文体上呢，在他所描写的这种社会现象了，以及他对于主题的深入啊的描述啊，都是非常独特的，很难以模仿的。那么你即使把这种视线啊扩大到整个中国来看呢，它也是非常独特的。每个作者不一定要习惯读者去接受它。不一定要讨好读者去接受它，不一定要写读者去好像是容易接受的作品，它可以带领读者。这个观念我觉得对台湾文坛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深刻。被海的人上册也于1981年出版，费时7年，下册也于1999年完成复字，费时18年，上下册共费时25年。以我的速度来讲，那么被海的人用掉了我25年的时间，用掉了1/4的试金时间，那以我的年龄来讲，后面恐怕很难再找到相等的时间来写这样一本书。所以我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说下本书我写什么，而是下一个问题，你写得完吗？所以下面的书不管我怎么写，大概都是白费功夫，要半途而废的。那么是这个问题比较苦恼。那您还会写吗？我想还会啊，事情如果做不完也还是做了啊，因为世界上毕竟有太多的事也没有做完的啊，也没有做完，恐怕也是做了再说啊，再说。